这是什么？现在手上拿的杂物。所以我们就是买蟹味棒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那你不用不用不用，蟹味棒就可以。好，虾子也一只好了。嗯嗯嗯。700。对啊，虾子也一只。可能一只。还热的，没有啥人，没有出盐味。您看我这里，婷婷呢？加了几年啊？谢桥。很烫哦。今天我有点感冒起来了。上了麦不？有点感冒。糖啊，刚弄出来了，是真的吗？这当然是假的、啊。400块一只，怎么可能这个蟹腿？那我们刚刚看到什么？是帝王蟹啊。刚炸出来的蟹味棒。哦、嗯，它外面皮很酥，里面是软的，而且还有点汁。浩轩，妈妈帮你吃到，还带一个2000元。嗯。